南配杠01，试车时间50秒，目前试车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准备点火试车，报告完毕。 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。 到形成最大推力，只需2秒钟。整个试验台架在强烈的震动中稳如泰山，泵后摆所有部件完美运转。中国首台泵后摆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研制成功。 群山之巅的声声轰鸣，是梦想一次次实现的回响。今天的中国，已经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，向着更远的太空探索迈出坚实的步伐。